我今天呢来这里来演唱一首歌，来欢迎我们这次的策办人杨霞。这首歌也是少数民族的歌，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。请他说说话好不好？热烈的掌声！掌声欢迎我们的杨霞女王、侗族女王！谢谢大家！哇，看到大家今天吃得开心、玩得开心、赏心悦目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心满意足了。但是接下来，
这只是一个媒介。那接下来希望大家再次的支持我，完成我的最大的梦想，就是我要推广56个民族民族交流的文化。那最后我还是很爱我的侗族，我的侗族的服装大家说美不美？美。我今天是不是百变侗族女王？对，是吧？是。我们的服装是不是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耀眼？那个我们的服装是完全是手工，对，完全是盛装，只有盛大的宴会才会出现的。今天是不是盛大的宴会？大家是不是吃得开心？吃得开心。有没有赏心悦目？有。感谢大家。那个我们的侗族女王，女王非常的感谢大家。女王你来一下。但是接下来我还是这是我的第一次，然后我还想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我，把我们的这个民族交流文化继续的发扬在台湾，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历史悠久，56个民族，对，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民族，就是侗族，我就是侗族女王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当侗族女王就是名至言归？有，实至名归，对不对？掌声大家，这里都没有掌声，女王驾到哎！女王，我可以访问你一下吗？这一套是结婚的时候才会穿的吗？这一套是我们的侗族的女王，所谓的女王，她就是皇后的，对，那个皇帝的。平常会穿吗？还是祭典的时候才会穿？对，对，是的，祭典的时候穿。是。那我再问一下，因为她这边全部都是银饰，对，我就是要问一下，这个全部纯银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哇，啊，那这个头套多重？但是我今天为了走秀，那我没有办法。其实它真正的这个全都是银饰，但是现在走秀的嘛，它就不能用银饰，因为我会走路是这个样子。太重了，对不对？是的。真的是，如果真的在祭典的时候穿的，这个都是真的。那这个现在是真的吗？也不是。现在就是为了走秀。对对对对，那装饰而已。是，那真正的女王，她全部都是真正的银饰。对对。那也只有盛宴的时候才会穿这个衣服。嗯。嗯啊，所以这个而且这个都是纯手工打造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啊、是的。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侗族女王再一个热情的掌声？哇！今天她最靓丽了，果然是女王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也是我们的主办单位之一哦。以后，我希望这样的活动持续、继续的传承下去，然后希望大家一直的支持我们的民族交流文化。感谢大家。啊，喜欢吗？喜不喜欢？好，喜欢就带回家。我爱你们，姚爱娘。应该，谢谢，还是不会讲。谢谢我们的女王，来，谢谢我们的侗王在哪里？给我们扶一下。妈，小心走，走慢点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我的妈妈嘞。好。